老板，老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这是慌慌张张的，有事儿慢慢说。老板，刚刚那个小王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您刚买的送客户的酒打碎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什么？那他人有没有事儿啊？老板，他人倒是没事儿，我的意思，他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，让他少赔点算了。少赔点？这样吧，你让他赔一百，你也赔一百。啊？为什么啊？你身为主管，在这员工搬运货物的时候并未提醒到位，所以啊，你也有责任，剩下的都算我的。行吧，这一百我认，可是他摔坏东西由他来赔偿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话是这样说啊，没有错，这摔坏东西让他赔偿也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应该让他拿出多少钱来赔偿呢？他一个月的工资又有多少啊？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，这以后谁还敢来咱们公司干活呢？你说对不对？是的，老板，这我去承担呀是应该的，你们呢都是在跟着我做事，身为老板我有这个责任。嗯，老板，我明白了。这做人呐，一定要懂得换位思考，这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一场以心换心的过程吗？如果你宽容，那别人便会与你宽容，如果你计较的话，那他人一定会与你争吵的。这让人三分啊不吃亏，容人三分天地宽，如果懂得换位思考，这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涵养，更是一种修为。这与家庭换位啊，家庭和睦；与爱人换位，爱情美满；与朋友换位，可得挚友；与员工换位，公司兴旺。行了，快去忙去吧。好的。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。